Mr. 请说。哎呀，统神你好。你好。哎，你根本就是精英的料啊！别说了，精英至少你精英还要涵盖一下精英前十好吗？真的啊，我们阿朱伯精英也有精英的杂鱼的，我不是精英的杂鱼，好不好？你根本就是精英中的精英啊！我们阿朱伯 TPS 完全没有人打得到精英这个路啊！你太 carry 啦！我看 TPS 不是很多人精英吗？哎，那是 TPA 不一样。你看我们 TPS 每个人都要看你的实况啊，根本就是看你 carry 啊。队长，你像我这个各种观念也学了，偷学了不少吧？哎，当然啦、啊，从我资格赛输了之后，我一直看统神台学习各种观念啊。哎，真的啊，太 carry 了。这个学习在进化、啊。没办法、啊，队长，我根本就是神退步啊！啊，你是一直都在进步啊！别说了，队长，多听多看多学啊！哎，当然啦、啊，我一直叫我们 TPS 的队员看，尤其是 God JJ， 不要再脑残了。怎么说？一直叫他，你没看到他资格赛老鼠是怎么输掉那场的？根本就是，对啊，S3 资格赛他老鼠一个人冲进去，结果没杀到半个人，直接回来。然后，而且还被人家抓死，你看，你说我生不生气？哎，根本就是进退观念，根本就是烂死啊！多喝一点仙草蜜啊，降降火啊！哎，别说啦，他都说出国，我跟他说别做梦啦，出不了国了，叫他赶快学统神的台，看观念，各种先上精英再说。好，统神加油，祝你这场又可以上 BO5 啊！哦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好，拜。